喂，你看飞机起飞了，咻，飞上去了。小乖要不要下来？然后他们下，我他们上面汽车都有装一个警报器。要叫人家注意，不能撞到啊！啊，连飞机都还没来啊。也有。啊，连飞机都还没来，那就等等了。啊。那留心你的货车。哦，好。那是美国队长吗？等一下。喂，你看。哦。我帮你按那台。你看一下，没有飞机要起飞。我帮你按那台车子。来看一下有没有飞机要起飞。哦。乖乖，你这样看就好了。你看那里有没有飞机要起飞？小乖帮你照一张吧。有没有？那有一台救护车来了。那不是救护车。那是什么车？那是那什么旅客载客人的。嗯。